这期讲解的姓氏是杨姓。杨姓是现时中国第六大姓氏，在百家姓中排第十六。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，杨姓也是第六大姓。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在《东方》杂志发表的一篇有涉姓的论文上指出，杨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，此姓氏全球都有广泛分布。此外，杨姓也是隋朝君主的姓氏，隋文帝杨坚、隋炀帝杨广。杨姓起源于古阳国，今山西省洪洞县。周宣王将儿子长父封到阳国，今山西省洪洞县，为阳侯。春秋时，阳为晋所灭，其后裔以阳为姓。此说之阳姓起源距今也约2600多年历史。在做自我介绍时，通常会将阳称作木易阳，但实际上阳字的右边并非易，而是阳，音同阳。阳姓来源出自姬姓，以国为氏，晋武公之子伯乔的孙子杨蛇突，杨蛇突的孙子杨玉，自叔向被封在阳邑，今山西洪洞，以邑为氏，遂为杨氏。少数民族姓，如五胡十六国时氐族姓氏。据《晋书》云，氐有杨氏，氏居仇池，甘肃仇池山，如魏书官氏治所在。北魏有胡人姓莫胡卢氏，后改为汉字单姓杨氏，出自杨姓。古时杨阳不分，以邑为氏，古时有杨氏邑，他姓改姓。名人古代名人杨修，杨震的玄孙，东汉末年丞相曹操的主薄杨坚，隋朝开国皇帝杨广，隋朝亡国皇帝杨太真，唐玄宗的贵妃，人称杨贵妃杨延昭，北宋抗辽名将杨秀清，太平天国东王，近代名人杨衢云，中国近代革命家杨尚昆，已故中共元老，中国前任国家主席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开慧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英峰，已故台湾知名雕刻家杨日然，已故台湾大法官杨日松，已故台湾法医现代名人演艺界杨宗纬，台湾著名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杨紫琼，马来西亚华人影星杨丽菁，台湾女演员杨钰莹，中国大陆歌手杨幂，大陆影视演员杨采妮，香港歌手杨千嬅，香港歌手杨丞琳，台湾女演员、女歌手、主持人杨颖，艺名 Angelababy， 香港知名模特儿及演员杨紫，本名杨妮奥，中国女演员杨洋，中国演员杨佩仪，中国女童星歌手杨晴，台湾女演员郑介，外交界杨铁良，前香港首席大法官杨志良，前中华民国卫生署署长，其他杨志远，台湾及美国人，互联网门户网站雅虎的创始人杨振宁，著名物理学家，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杨利伟，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，神话名人杨戬二郎神，中国民间和道教的神奇人物，虚构人物杨铁心，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人物杨康，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人物杨过，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男主角杨逍，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人物杨姓的讲解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再见。感觉还不错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哦。